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我是炒蛋。那么今天呢，是我们在上海的倒数第二天，就是我们明天叫滚蛋。然后我们专门就想把今天空出来，然后去逛一下上海鞋店，因为前几天我们一直在逛 Innocent 嘛，所以也没有怎么出去外面逛。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是来到了这一家绝版空间。What's up？我是，一进来就看到M1 不是重新进入了中国市场嘛，然后他就跟国内的一个设计师，那 KKTP 那个品牌设计师就合作搞了这一次的联名，然后他有这个外套，也有这个卫衣，还有这一种球裤、背心和鞋子。这一种球裤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实用的，因为平时打球大家应该都习惯穿 Adidas 或者 Nike， 那么 M1 呢就很久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了，所以如果平时打球朋友可以尝试一下穿 M1， 肯定没人穿 M1 的。现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双 Answer， 它鞋面的那个材质就换成了那一种，不知道是不是算麂皮。你为什么在拍我？我在拍鞋，你挡住了。都是些大家熟知的款式。那么这几双呢，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热度比较高的咖喱 MS One， 这一双那个什么 PPOD 3.1 还是 1.3 就已经在打折了。那边还有两双那个 BYW， 之前我是挺想买的，可是觉得它那价格有点高，1799还1699嘛，然后一直放着，后来打折之后，本来可以买的，但是还是想，哎，算了，不买了。哎，跟大家讲一讲，你当时穿那个波西楼，他在闲鱼上卖掉了二手，他自己穿了好多次，然后是吧？你以前大学的时候，黄色那时候，他大学打完比赛，毕业之后把那双鞋400块钱闲鱼卖掉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鞋。这一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，就是 Ultra Boost 的第一款了，第一款 Ultra Boost， 然后也是坎爷当年穿过那一款。这里呢，还有那条阿迪达的神裤 Club Bus， 现在也是变大货，当年是重金难求啊。他一屁股再来说，这里99%的鞋我都能叫出来。那这个鞋型就是之前拿到过其他的 Air Force 25的鞋型，它是一个黄金的 pack， 一个套装。它当时呢是跟一双 Air Force One 的黄金套装，还搭配一个金色的腰带一起发售。我记得一个 pack 的发售价是16000块人民币。Damn。对啊，好像我小个嗰阵时着噶啦。这个以前我记得确实他有一双的，我为他作证。Fly School Air Fly School KD Sample。我们开始买 KD 是他买那个 Blue Chip。Blue Chip 啊，有段时间。他跟布兰登罗伊他们那个时候出那些。对，那双威廉姆斯。对，那双鞋我买了，我知道当年你那双。我其实一直都在穿啊这双鞋，但是前几个月我打球的时候终于把它穿烂了。他穿了起码有4-5年，我真的把这双鞋给穿烂了。其实就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就有一些有挺有收藏价值的篮球鞋，很多很有收藏价值的篮球鞋，我跟草知道小时候都不懂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全部直接把它抄烂了。因为它这个侧面这个网，这里其实也是网面来的，这你一变向它就会断。我们这个地方都破了一个大洞。以前我好像还有一双 Quiver Fuse 11，然后 Westbrook 的，他那双是好像来自广东的大哥。A A E， 我记得当年虎扑是虎扑啊，有一句话调侃易建联的2分2板太公益了。我们不能调侃，我们一辈子都忘不掉，因为我们实在太支持易建联。他去雄鹿一直追达拉斯小轮是最后了，篮网。对，篮网。然后现在又回来了。奇才还有，这鞋型不是那 Air Force 那个吗？然后这里还有一块牌，他是记着他这一双鞋的数据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下一家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店是什么。 DOE， 哎，这件 Reebok 还不错。这边就是 Dope 自己的一些衣服。好，我可以看一下这件，还是挺酷炫的。
这里这一排呢都是 Nanamika 的衣服。 Nanamika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， The North Face 的那个 Purple Label 呢就是 The North Face 跟 Nanamika 一起推出的一个支线，比较简洁一点的日系机能风啊，它的用料呢还是非常的棒。这一边就是 Stussy 的衣服，这个蓝色挺好看的，还有一些外套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接下来现在就来到了这一家念三。念三就是上海话里面的23康口的海报，那海报下面摆着应该是念三他们三周年的一个特别的短袖，这边有念三他们自己夹出的外套和裤子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念三的一个 logo，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那个衣标，里面这个衣标就 owner 23，非常的厚实。最近上海这几天非常的冷，非常适合穿这一种外套。王大雷，念三的大老板，解释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王大雷大家应该知道，现在鲁能的守门员。看一下大老板的照片，当年还是国足的门将啊。你这个罗德曼旁边放一个冠军的奖杯，这不是在嘲讽这一边的体面吗？这样好像不太友好啊。这边都是一些已经粉掉了的鞋子，然后这个黑水泥，明年回来了这一双鞋真的粉的不能再粉了。上来二楼看一下，衣架上面也是弄这个念三，挺酷炫的。What？ 过来，这里有你的鞋不？哎，胡同，胡同，北京胡同 SBO。当年这双鞋是放官网上没人要的。这双鞋我买回来的时候就原价买的。这里还有一双手套 ，Gary Payton。我现在在念三门口，然后外面在下雨，然后这只小猫，它估计是想进去念三里面躲雨。距离那个豆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台湾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潮店 Invisible。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Guilty Party 那个 Waco Maria 跟 Invisible 的一个合作款，就是那个深蹲岩主理人 Waco Maria 的那个主理人，然后跟 Invisible 这次就合作了这一款，应该大家前段时间都有看到的醉生梦死这一件呢，肯定就最具有他们的那个风格，全部都是那种浮世绘，然后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恐怖。这边这个看不到标志哦， H Hollywood 的就是日本的那个设计师尾花大辅的品牌，就都是走那种简约的风格。其实这个牌子在日本还是挺有名的，就之前我买东西那个网站 Diverse Rep 上面也有他们的衣服卖，人称据说，听小道消息，别人称它为东方迪奥，大家怎么看？再过到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一些什么牌子？这边是 Stussy， 这边 Stussy 很多款式啊。哦，这种都是那种 Coach Jacket 了。哎，这边这一件刚刚也有看到，那边那两个人呢、啊？那边那两个人就开始消费了。来，闭嘴吧！今天打折的就是你了。ACG 哦，这一件好看，这一件好看，这一件很 ACG 好看。这边还有几个颜色的那个 Stussy 的包，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红色、绿色，这个应该是黑色，个人比较喜欢这个。Nike 跟 Invisible 搞那一个，哦，还有 Kaha 搞那一个活动，然后这也是可以定做的，这也是应该之前可以定做那些什么这种围裙啊，然后那边还有包啊，这种袋子还挺帅的，可以自己选吗？可以，就有几个颜色 Invisible， 然后大家如果要关注他们的微信的话，可以扫这里。我靠，还在下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。